OK， 来。OK， 来，大家分享一下。第一，我跟阿 Jeff 的 High Five 跟林毅的 High Five 是什么状况？过后，我跟你们的 High Five 是什么状况？但在最后的环节，我为什么做这样关联性的这个转身动作？来，两个人的 High Five 方向，两个人 High Five 方向不一样。OK， 很好，还有。在里面呢，你们要指向一个人，谁是你们的 leader？ 一、二、三，字。是我跟他的那个角色是很大的不一样。在家里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就是比较很向外的，就比如说孩子跌倒没关系，就让他跌吧。那他就啊，你不要去看一下的，我想给他自己爬起来。就我是那一种，就是啊。很，因为我是这样子走来的。那我第三位就是这个他就是叶少全、啊、就是吉利活力的这个老板，昨晚他还在带我，所以我想说非常感恩他还在，其实我跟他关系非常好，我记得、哦、现在目前他还是在问，还在关心着我的这个状况，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走过来，那今天其实我也非常要感恩，是吧？你说他引我住了也好了，但是他其实我觉得他可能已经看透我的心思，其实我一来就是想创业哈，我没有放弃过创业的这个理念，十年在企业是因为我觉得我经验不够，我必须在上市公司以大企业里面做出服务，所以我十年整整在这个企业到今天出来，那我接下来会说。他把我给引来这个地方，所以接下来这一位当然也是跟我配合了这整整半年啊、他的我想说他是给我很大的这个信任，那